不是。啊？你说不是啊？你说。你不许说话。什么？什么叫我不许说话？干嘛？你听哪的？你在干嘛？你问我。我把琴拿出来。对。我叫保安了。我们家楼下一个保安，两个保安蹲在楼上，你想干嘛？这就是城市监控，跟派出所是联网的。不是。我们家是联网的，你最好出去，我也不报警。不然我们先打电话报警，很简单。我钱全部是公众的，不是我自己的。你官司。我不想上来。你说。我不想碰到你。你说。我现在真的接钱。你说呢？我没钱，你要钱可以。你是不是要钱？你要不要我打电话，还是我叫保安上来？你要钱给我，你再打。我没有电话打，我没有钱给你，我也没有钥匙，钥匙在保安那里。太好玩了，这肯定胆子不小的，不打电话报警就妥了，还得要钱。你对你的这个犯罪行为？后不后悔？后悔。后悔。我已经吃了。吃了。对你的行为认不认罪呢？